10:05在彰化站拍摄的是2135至金华三线开往彰化的 N500 型区间车，那个8.25N500型圈车。N531。感谢各位好的2135，我是金龙山安线号彰化，在N531接上N520区间车，前白沙城买主彩绘500型圈的，无界化也有500型圈的。然后这班是25244是彰化发射机海星号主奶的N521区间车，无界号因为白行圈的，今天不白。